其实成功的因素是，其实我还好吧，因为一直比较喜爱武术，因为武术是我的一个，就是怎么样呢，是一个兴趣，我从小都特别喜欢这个武术，所以说不管有多累多辛苦，我都能坚持的走下来。在武术当中呢，有很多，它是肢体语言嘛，然后每一个关节每一个肌肉它都怎么样运用，可以让你找到很多的乐趣，然后所以说每一天的训练别人感觉到很枯燥，也许很乏味一些，但是我感觉到这是一种就是解决一种问题的话是一种开心。我感觉武术给我带来很多很多东西，所以说一直以来我就比较热爱这个项目，所以说走起来也比较显得没那么艰难，就感觉到比较轻松一些，也自己也比较幸运。武术它是博大精深的，它不单单是敬语，然后有很多种拳种，你像螳螂拳呐、八卦呀、形意呀，这些传统的也有很多很多，不单单是自选的，然后没有器械，但是我们有刀枪棍，然后还有一些器械，就是像双刀双剑之类的，我们都可以用，你都可以随着就是年轻的就可以练一些自选的，年龄大的我可以练太极，然后可以养生，然后还有一些咏春拳呐、蔡李佛呀。武术对小朋友首先是一个能让他们，因为小朋友都比较爱动嘛，所以武术能给他们带来就是强身健体，首先一个是，还一个是能够锻炼他们的一个意志品质，就是说能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怎么样去教他们怎么样去能顶过去，比较让他们坚强，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能让他们学到一技之长，再一个是就是怎么讲呢，让他们能够集中精力的做一件事情。